情愿人袂输乎人的主，情愿人袂输乎金枝果树红相地，情愿人袂输乎人的主，情愿人袂输乎金枝果树红相地，情愿人那是他们的世界。兄弟姊妹平安，欢迎过来三甲敬拜咱的上帝。咱要阁继续来讲到咱的主题吼，今年的主题就是你是我的见证啊，根据啊《使徒行传》一本册啊，咱今仔日已经要讲到第六章啊啊，这个啊，咱也是顶礼拜已经有讲到一寡的。问题哦，伫教会内面，伫内斗的问题，毋是伫外口入来的问题。所以咱即阵咱也是原则讲到这个内斗哦，伫教会内面的问题。所以咱未开始以前，咱一晚来三甲，用几分钟时间伫遐来三甲来祈祷，请咱特别为着讲阮来祈祷哦，愿上帝赐予特别的巧才、智慧、聪明。通好好清楚啊，来将上帝话来解释哦啊，特别也是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通上帝陪伴咱的心啊，为着咱属灵的气氛，咱也是特别为着咱已经有决定三个落尾礼拜，咱会阁约来礼拜堂聚会哦，来记得哦啊，三个唔是二个，三个。落尾礼拜第四礼拜，我看迄个是26号，咱会阁约来啊礼拜堂来聚会啊，咱诶讲道，咱诶信息依然要甲录起来。啊，不过迄个是已经啊拜日暗晡也是着拜一咯，走法堂放伫 YouTube， 所以我特别啊请咱大家啊，请咱啊支持吼啊，尽量就是咱即阵已经差不多。啊，疫情这项代志已经较静了，讲吼，啊，咱已经无特别来一直啊叫人着创啥创啥，所以咱即阵会较自由。所以咱趁着这个机会，既然咱已经有迄个机会，咱尽量来过来礼拜堂，来听主的话，来敬拜主。啊，过底下有法通三甲来团结，这项是讲咱。伫即款弱嘅讲吼 ，online 咱无法吼，所以咱着本身来，甲兄弟姊妹三度三个做一下，咱才有法通真正有即款嘅团结。所以请咱特别为着这样祈祷，着陪伴嘅代志吼，着安排
在灵场咯，在恁啊有爱来到沙站，请恁来和我们知影，好，请恁来靠和我，也是通知咱的执事，咱的长老，也是咱教会一挂的主爱团队，请恁甲因讲，好，特别咱需要用汉文用咱人话来灵场的，所以咱真需要，所以请咱。特别为着这项来祈祷，哦，咱也是为着咱三月第三礼拜，就是咱全教会的周年，就是34周年，咱也是为着这项祈祷。第四礼拜啊，咱迄时咱要开始国外来聚会，迄个是咱汉文聚会的第6周年，哦，所以当然咱无什么比办诶，什么特别的代志，就是呢，至少咱有法通伫咱6年。周年，咱有法通国外来聚会，好，所以咱为着遮代志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实在主每一日是你所赐予阮，阮应该着欢喜，应该着阿罗主的名，予阮日日活着，无毋是高高一着家己来活，乃是全全是为着主你来活。所以主求你加持阮，阮要怎样日日伫遐活着，为着要来荣耀主的名。做阮也是为着早起，阮伫遮要阁继续讲到，即题目对使徒行传，并着使徒行传底下来讲，主叫你听下圣灵带领帮助阮，互阮会明白，教会伫世间无有一间是完全，每一间教会有家己的问题，总是主最重要，互阮会晓要怎样面对。要怎样来找什么方法通来来解决，还是来处理阮的问题？所以主求你替下锻炼阮早起的这段时间，愿主你赐阮一个敬畏你的心、受教的心，基督奉耶稣名，阿门。咱的经文就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1到第7节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1到第7节，咱的早起的题目就是拣选七个人管理供给，吼，管理供给的代志。哦，这是有时咱讲兼安尼遐大代志吧，吼，讲到咧管理跩供给，讲来讲去是管理食。所以咱来看，咱来看到底初期教会诶情形是怎样？看甲咱即阵的情形有啥物相，甲有啥物无相的所在。哦，咱来三甲来读咱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1到第7节。迄时门徒加添，有讲希利尼乌诶犹太人，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伫日日的供给顶，忽略了因的寡妇。第2节，
十二个使徒，叫正门徒来，对因讲，咱放落上帝话，上帝道去管理，去管理，去管理饭食，原是无合宜，无合宜的。第三节，所以兄弟，就对恁中间选出七个人有好名声，头一个了，互圣灵充满，充足智慧充足的人，阮就派因去管理遮代志。第四节，但阮要专心以基督甲传道追溯。第五节，大众拢喜悦这个话，就竞选了苏德焕，乃是大有信心、心灵充满的人，竞选腓力，毕罗哥罗、尼加那、提门、巴米那，并真犹太教的安提亚的人，尼哥拉，第六节，叫因徛伫使徒面前，使徒祈祷了，就换手伫因的头壳顶，上帝的道兴旺起来，伫耶路撒冷门徒加添的真多，阁有真多的这是心叹这个位，所以你也看起早初期教会不是无问题的教会，也是有问题，所以咱今仔日咱的教会无有一间教会是无问题，无有一间是完全的。现在咱会想到讲这个，咱想到讲这个教会吼，偌好偌爽吼，伊的音乐讲到在伊个真正的慷慨奉献，在代志你会感觉讲这个教会是已经是完全的教会，事实说吼，你入去的时阵无拄拄讲你会合迄间教会因为干啊，你无完全，咱每一个人无完全，所以当咱有想到讲要找一间真正完全的教会，咱都想安尼，咱都想到咱家己即阵的教会，我要怎样帮助阮的教会？我要怎样帮助我的教会，好，我的教会会更加好，更加水，人更加爱要来阮的教会，应该咱就想安尼。你的教会，你对迄搭信主谁呢？是你的家，所以咱若比较讲咱的普通的家庭吼。你无管你的家庭有甚物的问题，迄、那个家庭是原在你的家庭，或兄弟原在是你的兄弟，爸母原在是你的爸母。所以咱若有拄着伫咱家庭内面有问题的时阵，咱要创啥？咱要走啊？咱走吼，走袂闪啦。甚至咱也无面对有甚物问题，也是无好好省察家己，无好好来帮助咱家己的家庭。落去吼，会哪来哪严重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无讲别间教会，有影真侪教会音乐也水，讲道真好因个人真正会活泼，真正会温暖。所以那是安尼吼，我感觉讲咱看起安尼，咱真正羡慕这款个教会，
咱就想到咱家己的家，咱就想到咱家己的教会。对呀，问上帝，在上帝面前，真正诚实，真正的诚实底下，问咱家己，上帝，我应该要做什么？通帮助我的家，我的教会来进步。哦，我们讲安尼，较详细特别对基督开始。哦 ，OK， 所以咱来看，当咱来伫国初期教会哦，当因的家庭哪来哪侪人的时阵，哦，这个时候。许多吼，做十二个许多，国较艰苦底下来啊，栽培大家人，也是帮衬大家人，也是来服侍每啊大家人哦。你一间教会进去，你一间教会有，譬如说有五十个人，人讲五十个人呢哈，唔是一百，唔是一千个吼。了这个牧师，这个团队，伊要怎样供给大家人的需要啊？无可能啦。无可能，所以这个就需要什么？大家人的合作 ，OK？ 啊，我相信伫每一间教会，无论伫侍奉顶面，无论伫奉献方面，无论伫教导方面，上帝有安排伊个人伫遐来帮衬迄个教会的仆人，就是迄个牧师团队啊，所以人应该就起来，哦，所以。在这个初期教会的情形就是这样，所以遇到这款问题要怎样啊？感谢主是讲使徒吼真正会着吼会来面对这个问题。然后头一项第一节吼，咱来看迄个问题到底是啥物 ？OK？ 迄时问到家庭有讲希利尼人、犹太人，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什么呀？为着什么呀？在日日的供给中，忽略了因的寡妇啊。OK， 这个问题是安尼哦。在这个所在圣经问题就是底下教会的问题，这个就是内部的问题，不是外口的问题，这个内部的问题。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呀？有跩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，跩是犹太人，因是欠债，真可能是伫巴跌出世，了什么呀？当下出世，当下大汉，当下读册，所以伊未晓讲希伯来话。只有我当讲因的希利尼话，就是迄时就是咧讲希腊文，哦讲希腊文的话，所以因来到耶路撒冷，兼在个我来大遐徛参伫教会内面，有可能是真可能是伫迄个五旬节发生诶代志，就是圣灵来彼得讲到三千个人受洗甚至一直加添到五千个人，有可能是迄时。在信徒对下信主哦，所以是安尼。所以加入教会的时阵，哦，所以伫教会内面有这个言语诶代志哦，言语诶无常诶代志。所以呢，最恭喜恭喜你呢，恭喜你呢位诶犹太人哦，只有法堂恭喜你呢位。那在希伯来。希伯来讲希伯来文诶，跩犹太人因计有法通讲两项，就是因有法通讲希伯来话甲希利尼话，因计会做，因计会发。因为迄时，这个就是耶稣点睛哈，跩使徒点睛，就是迄时就是希腊哈伫遐来管理咯，所以因诶读册因是用希腊文，兼在咱甲咱即阵上个吼，咱也讲。中文，你若讲中文，伫阮的点睛，阮是讲台神讲国语，再翻译过翻译
咱闽南话，即使无咯，就是只有姑姑，就是普通话。哦，所以到厝内囡仔学堂学普通话，厝内咱是讲什么？那有讲哦，讲咱闽南话，所以囡仔哦，原则袂晓啦。哦，这个就是咱即阵诶条件吼，所以咱做爸母，咱做阿公阿妈，咱尽咱的本分，就是带出来，就是尽量就是教咱的跩子孙啊，底下来讲咱人话。咱若出来无讲，就是无咯，吼啊，对不住吼，我唔是咧偏见吼，我唔是咧看轻英文甲话菲律宾话，唔是吼。所以咱讲中国人，咱爱咱的囡仔，咱的子孙也阁会晓讲咱人话，咱。带出来，甲因讲，学堂无了啦 ，OK？ 我唔是看，我也是讲，唔是讲学堂会歹吼，唔是。不过这个是咱即阵诶家庭就是安尼咯 ，OK？ 所以有一款嘅代志，就是有言语嘅问题，所以起来吼，会变做问题，就是讲有忽略啊，因为咧管理在供应啊。咧荷兰食诶方面，做寡妇来互因食吼，来分互因食，帮衬因。因是有可能是为着因诶忽略是毋是超工诶，哦，因为干呐，因会较对因家己会做讲犹太还是讲希伯来话。在寡妇较方便，所以因在寡妇讲希伯来话的寡妇来找因的时阵，因随时了解，因随时发通互因 ，OK， 随时发通帮助。啊，讲希伯来话，啊，在咧分在食一面啊，在咧负责啊，这个供给人，有可能对。希伯来话无拄拄真正会清楚，所以正常是安尼，你较明白者就是你随时听哦，随时做。所以有一款嘅代志，有可能是安尼，唔是超工嘅哦，因为那照说圣经无咁样讲，伊干那会安尼吼，原因详细无讲，总是咱伫遮咱家己咧想讲吼，是有可能是安尼。OK， 所以迄个言语有问题啊，安尼，所以这个问题吼，安那讲到这个问题，咱无那是在速度无赶紧无直接底下诶，随时来找办法要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有可能会愈来愈凄惨，甚至诶什么啊？和教会分离，有安尼款诶情形。咱即阵咱有听到即款诶教会诶情形是安尼。哦，为着小块代志，咱讲为着讲，毋是神学诶问题啦，是人个人诶代志，在安尼团会诶代志，就是全教会全分离，真可惜哈。我相信上帝真正艰苦，真艰苦心哦。所以，这个问题伫遮，所以迄、那个问题伫遐，所以呢，因在许多找解决的办法要怎样？所以咱第二点，第二节到第四节落个吼，咱来讲十二个许多叫将问到来哦，对因讲，咱阮帮落。上帝会多去管理饭食哦，阮毋是适合无合宜的 ，OK？ 所以兄弟啊，恁着恁着对恁中间选出七地什么啊？有名声、有好名声的人，和心灵充满的哦，充足。智慧充足的人，阮要派因来管理遮代志，这是迄个情形。了，
为着安尼，第四节讲，但阮要专心以基督甲传道做事。所以，意思说头一项就是讲，伊个解决个办法就是分工，分迄个工作，毋是只有一个人来做，就分迄个工作。工作才有法通做有够，啊，做好势。你若个个一个人，虽然你若有温书的人，你无法当达康代志来做，这是阮特别团队人吼，一款毛病吼。啊，特别阮也有去做开封的工作。啊，你伫开封吼，无别人啦，就是只有恁夫妇啊，连你的囡仔也是来到。啊，那我原谅我来顾顾我家己做一个咧。那阮伫曼尼拉吼。在这个开始这个报道所，阮徛所在就是聚会所在咯，哦，就是因阮诶客厅底下来住遐，逐摆日底下来聚会。啊，阮最近仔也过细汉，哦，拜六就是开始着啥物咯啊？阮最即晚有请一个工人来甲阮。帮站吼来清安尼个吼来摆位哦，所以啊，连阮嘛是着到三站，因为这个工人也是做袂好哦。了，阮是迄时就是阮迄个厝就是正正伫大路诶边头啦，头一间伫遐啦，所以你就知暗时车无停安尼一直过啊，阮暗暝暗晡拜六暗晡。已经清了了，已经切了了。伊阿弥个吼，车员在继续咧过，真头昏咯。拜日早起，你手你安尼有一只哦，有法通写，有法通写字。阮着对早起，搁再对遐着切，切在伊弄达空，因为已经头昏咯，就是安尼。啊了呢，聚会了啊，搁再着收在伊落个。特別阮迄時，阮每第三禮拜、第三個拜日，哦，舞會是頭一禮拜咧生產，阮迄搭是徛伫第三禮拜，因為阮會較常是請舞會的跩牧師來甲阮主持生產，哦，我迄時也過未安牧的時陣，所以阮就徛咧第三禮拜，啊，第三禮拜早起啊日到伊有。伊有，阮有爱言，每摆阮有生产的时阵，聚会了就是爱言，就是各人特别在即晚伊家己来带伊个来带菜来个，就是看几个人个夹，就是安尼带来吼、哦。所以，唔过呢，食了，人逐个人走走去了嘛，倒去了，想阿要收。这个工人无法，所以阮规家无闲，对啊，刀切刀修刀砍刀碎，哦，是安尼进行。这个是开封，吼、哦，开封的代志。我无计较，因为这个我明白，这个正恁若要爱做，恁若要做这款开封，的确是安尼款，哦，牧师娘对迄个。对琴迄搭做竖琴了聚会了，伊就过来后壁来甲甲人安尼请安哦，实在上实无简单，无好做。所以呢伫阮迄搭几年，上帝感谢上帝，上帝真正信实，互阮迄款诶规律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初期教会也是有一款诶进行过吼。是拿来拿做啊，做因为人愈来愈做了，许多则有十二个许多，不过真侪问多，所以起来吼因着个来分因的工作，和公交在来在强急在工作在其他兄弟姊妹有法通去做，所以问多底下讲。恁八恁啊，许多底下，伊讲恁伫恁家己中间选出七个。不过呢，
书单底下有甲因有互因一寡的原则，讲你要选一个人，啊，你要竞选一个人，就有一款的啊，一款的款式 ，OK。所以头一个就是什么呀？有好名声。你讲，兼着个需要，吼，兼着个需要，啊，要分食，兼着个需要，讲着有无好名声？不过我相信不是个个那个分食的代志，因为那时寡妇个人是教会特别的关心，因为有需要啦。因为那时政府也无甲咱这阵省国有啥物的SSS 咯，有啥物政府底下的帮衬咯，顶个是完全无。所以恁若做寡妇，你的丈夫无伫咧了的时阵，就是恁丈夫个个发糖去做事的。那时查某人袂做咧做事，所以恁若有钱啊，要怎啊？哦，你要怎样啊？所以教会就得来关心在，确实有需要。OK， 所以无独独是只有迄个只，兼在连金钱淡薄底下也是着分。所以你需要一个有好名声的人，有好名声的人吼，这方面我看了家己咧想吼。人也是会变心，哦，所以人也是奉献，也是会来，哦，起来有伊的关系啦，哦，有影响啦，哦，所以我们那有好名声的人，外口有好名声的人，过什么呀？就好变着心灵充满的人，和心灵充满的人，意思是。唔单啊，伫外表，唔单啊，伫社会有好名声，心内面也是心灵掌管，有敬畏上帝的人。两，佮第三项佮甚物啊？就有智慧，充足智慧的一个智慧充足的一个人。意思说，伊会晓办代志啦，唔是迄款袂要紧笨笨嘞，安尼。无，咱着好好，因为特别若讲到啊，食方面、钱项方面，人会较敏感，吼、哦、啊，我无爱阁讲吼啊。若讲到遮物件咧分吼，需要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好好计约，咱要怎样分啊？咱着怎样摆，还是啥物吼？则袂乱，则袂乱哦，是这样。OK， 所以你看起讲，因真正诶，将这个时间吼，虽然是强急人诶需要诶时间，当作真正诶重要。你这个重要，你迄时教会其中这个真重要诶时间吼，就是分食，就是咧强急在有需要诶人。哦，所以咱较早顶礼拜有讲到这个。因为阿拿尼亚交因个撒贝拉诶代志，就是卖因个船队，将钱交予什么使徒，哦，使徒在底下管理，好好去分。所以迄时就是怀使徒咧做啦。啊，即阵人愈来愈多诶时阵，你要怎啊咯？无法咯。所以起来吼，使徒有变着心灵诶智慧，变着心灵充满，因讲。咱就分咱的工作，互阮有够个时间，好好继续团聚的多，甲祈祷，这是阮头一个最重要的工作。所以伫咱教会内面，上款今仔日也是安尼，团多啊，跩长老啊，甚至啊，跩算起来长老甲团多是，那是伫看伊原文迄滴，讲是上啦。哦，牧者哦，是安尼，所以较侪就是伫教导这方面、祈祷这方面最侪用因的时间。在其他的代志、细节的代志、管理的代志，个吼啊，总部的代志，这应该着分好咱的职员啊。咱即阵的情形就是接受，所以咱有中接，就是接受的工作就是伫遮。啊！感謝上帝，咱即陣有咱有小可吹簫個吼。阮團隊人，阮即陣
较无啥插嘴迄个咯，宗母的代志咯，完全无较无咯，就是人在接受，因家己去决定咯，因家己去处理咯。阮唔免插，阮只有伫遐好好听，注重啊，阮的讲道，注重熟练这个工作方面，应该是安尼吼。所以在师徒是安尼来来底下解决这个问题，佮将因推因来祈祷，因为这是特别师徒责任个吼工作，就是推人祈祷。所以当因选择了在七个人的时阵，选出在七个人的时阵，就是在师徒祈祷跟换手。换手这项吼，这是古约已经有，特别那要做以色列的王吼，要做换手的意思就是要分别这个人，要做特别的事工啊。所以这个要来对这个王，要来和这个王给换手祈祷，意思是伊的工作就是要管理整个国家啊。啊，相关在这个方面，因在师徒甲跩七个人换手，是为着讲因要管理这个供给的工作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会看见跩七个吼，皆是是讲是第二位的人。哦，甚至有一个唔是真正的犹太教啊，犹太人呢，啊，伊是对外跑。变做来信犹太教，然后呢对遐犹太教再来信主，哦，安尼就是所以是这款是上帝特别赐予的智慧，哦，唔是要偏见，哦，因感觉讲问题伫倒落，就是伫在讲希腊语话的寡妇。忽略，所以咱因所选择，也是甚至心灵选择嘅，皆是讲讲希腊语话诶，跩兄弟来管理，所以甲因言语方面已经较无问题咯。哦，所以是即款。唔过呢，敢若着佫有心灵充满心灵，有心灵充满诶，有即款智慧呢，因为。上帝的工作，无管是伫分物件还是啥物吼，皆是上帝的工作。上帝的工作真重要，所以你若选一个无真正敬畏上帝、无真正好名声的人，伊袂好势，会欠债伊的看轻啊，无好好看重上帝的工作。啊，所以你若有心灵充满的啊，佮有对心灵的智慧。个好名声的这个人，因佮上这款的人，有敬畏上帝的人，也是会好好看重上帝工作，啊，会好好忠心底下来做。所以我真正会感谢主，我有迄款的福气，我有拄着哦，这款的兄弟姊妹，真正会忠心。原谅我来举一个例吼，阮弟们伊啦。阮有一位姊妹，已经伫主遐咯，讲吼，都去主都去天家咯。伊那，因为伊是对舞会派来，阮是报道所哦，阮开始，伊是对舞会派来，然后呢，伊是舞会诶接受，如接受，伊来阮家聚会了，阮所以阮真早，阮是八点开始啊，了。九点半了，因就阁付舞会的聚会十点，是安尼，逐摆日是付两顿的。要这个姊妹吼，予我真正深的印象就是啥物啊？因啊，譬如说一礼拜伊无伫咧，这礼拜即拜日，也是拜五阮探访的时阵，伊咧在探访，甚至用伊的车来探访，伊会。留伊会帮好牧师娘，这个配角，就是伊的奉献。
有写日子的，伊讲牧师娘，请你将这个配角放伫奉献，就下礼拜奉献，因为我系无伫咧，是安尼款的，是安尼遐忠心，哦，是安尼遐忠心，可惜已经无伫咧。啊，不过伊留落这款会真正好模样，我就是要甲咱讲，我们有这款的忠心。在我们中间也是发生这样的中心，他们如果有去美国，他们女儿、已经在美国移民，在美国他们就会去差不多至少两三礼拜没在了，所以他你知道他也是会帮两三个配角看他几礼拜没在了，两三个配角有些日子看电视就站在奉献上帮好牧师娘，是安尼哈忠心。我是讲伊的见证，讲鼓励咱大家。咱也诚实听做，亲像咱的囡仔，咱听咱的囡仔，咱也听咱的孙。你会较早安排了咯？囡仔已经特别开学，啊，伊的。簿啊，伊个册着包，你拣着到时开学了，才要包。无早几礼拜已经包了咯，咁是，你着好好备办咯。伊个册包咯，伊个鞋咯，伊个搭空伊欠用个，你已经安排了咯，咁是。因为你也听你个囝，听你个孙啊，咱也听主吼，咱拣也是无即款个忠心。所以我伫遮来特别。鼓励咱大家，不管大事还是小事，上帝工作是最重要。咱唔免惊，因为上帝袂欠人个债。咱唔免惊，咱个十分之咱个奉献，咱忠心合主个工作，主个工作。就我同继续，咱今年，教会特别要爱啊，唔忘靠主的帮助，和咱的宣道的事工，我同国家啊做较好些。所以咱顶礼拜已经有，头一礼拜咱已经有啊，欢手祈祷吼，将咱这个啊弥赛亚啊的啊工作的团队，咱已经将伊当做咱的宣教士。唔忘伫今年来，比你。甲阮三甲咱三甲来祈祷吼，伫今年来，咱有法通开始一间教会，哦，所以咱为着咱的啊团队 Pastor Wensi 吼，所以咱为着咱伊来祈祷啊，这是上帝工作，教会存在是为着宣道，所以唔忙讲伫今年开始落去，咱有法通各家庭咱宣道的工的事工。加强咱宣道的事工，哦，所以宣道要爱做宣道，要爱开阔咱的宣道的工作，都需要咱大家来到三镇，做咱的本分。无论伫事奉方面，咱的时间方面、基督方面，还是伫咱奉献方面，我伫遮，这是啊主的原则，唔是我家己讲，哦，这是主的原则。所以我们说，咱唔通忽略上帝传上帝的道，这个最重要。教会存在是为着要传福音啊，传主啊，啊，宣道就是咧传主的话啊，通好人来认不主。所以咱唔通为着什么啊，任何的原因，哦，来限制。上帝的工作，还是来停止上帝的工作。上帝是信实的，的确底下会供给咱，供给咱每一个人的需要，咱唔当惊。上帝袂欠人的债，上帝知影一切，一切的物件就是伫上帝的管理内，对你的生命。你的时间，所有物件是上帝管理的，哦，所以咱唔免惊，所以咱将这样代志甲
特别教徒啊，你哋好好省察自己的心，看到底你有法通做什么，通来好你的教会更加漂亮，更加温暖，更加好。我们应该那个是我们的祈祷，我们的三合的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接到早起主的话语，再来提醒我们，主我们很多次无忠心，所以主求你让我们有法对主的教会忠心，无有一间教会是完全的。主，我们的教会有问题，是就是主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感恩的心，在那里来帮助，看我们有法做什么，让你的教会更加温暖，让你的教会更加人更加爱来，更加爱来来啊，我们教会的团结，我们教会有什么需要，主要让我们会知道来处理，来找解决的办法，让来紧急现在人的需要，无关是肉体的需要、属灵的需要、心情的需要，所以主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求你也是让我们自己感恩的心，忠心要来做主的工作，你交托给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这样祈求交托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